老公，怎么不理我呀？脸色好像不太好的样子，是太累了吗？好心疼。也是头疼吗？那要不要你的小脚趾给你提供个特殊服务呀？就不会那么难受。你这小孩子想到哪里去了？是乳液按摩，这属于你的亲手按摩哟。来呀，乖乖躺下，躺在我的怀里。让我帮你好好的放松一下。
抱一下。也是头疼吗？那要不要你的小脚趾给你提供个特殊服务呀？就不会那么难受。你这小孩子想到哪里去了？睡乳液按摩这属于你的轻声按摩哟。来呀，乖乖躺下，躺在我的怀里。让我帮你好好的放松一下。
是头疼吗？那要不要你的小脚趾给你提供个服务呀？就不会那么难受啊。你真小孩子，想到哪里去了？是乳液按摩，这属于你的轻声按摩哟。来呀，乖乖躺下，躺在我的怀里。让我帮你。